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大家还袂入来吼？后面外口的较紧入来。大概都到了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即马当好困吼，我今日等下拄久，我先讲一个笑话吼，大家听，大家提提神啦吼。由于我本身是金融界服务嘛吼，拄开始，以前咱拢也要去。银行是有叫领钱，拢爱扎簿啊，甲银行才会使领钱嘛。无像即马遮方便，拢用提款卡。拄开始设计有提款卡的时阵吼，就大家拢做好奇的，才来办这嘛。其中有一个太太啊，有一个老太太，伊嘛拢很好奇，讲伊嘛要办呐，伊就来办一个提款卡办好。然后办好的时领去，伊就甲我讲，免乱领，我就讲你卡片甲插咧过去吼，就会使领安尼啦。伊就足欢喜卡片摕咧，就走去提款机，然后甲插咧，然后甲安怎，结果安怎，伊就甲我讲，我要领5000块。然后那个提款机不理他，伊就等一时啊，佫甲讲一摆，我要领5000块。佫一遍，奇怪，拢无走出来。佫第三遍，佫一摆，我要领5000块，讲啊足细声，惊后隔壁听，结果。拢无走出来，足生气，走入去内面，甲我骂啦，讲你甲我讲提款卡插落就用领钱啊，那也无，我甲伊讲三遍啊，钱拢还袂走出来。我讲你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伊大概卡片台婆啊，甲伊那来头壳拢讲我要领5000块，阮就拢甲做便便都好伊对啊。伊去提款机嘛，去甲插来讲，伊要领5000块，伊唔知爱去二下啦。讲一个笑话，大家听。迄个太太后来，当然这个一个迄个啦过程啦，以后大家都拢无不拢会晓啊啦吼。我前两天啊经过迄个台中火车头地下道的时阵，因为我做晚，结果我迄经过的时阵，发现足侪游民暗时拢伫遐困哦。然后我想讲，咱阿盖拢是台湾，唔是台湾民众，阿盖咱就变台湾政府嘛吼。台湾民政府之后，以后我们变成台湾政府，咱若拢做台湾政府官员的时阵，恁想啊，恁阿干若讲做台中市的市长的时阵，恁对游民的处理方式，恁会有什么 idea？ 哈？但是游民吼，袂使，咱袂使，咱毋是讲吼。你若讲，咱若要饲猪，讲干呐，咱饲猪，其实人活伫这世间的本质，毋是讲干呐食尔，你知影？其实有时候，伊可能有经过某一种挫折，伊个是无爱去趁钱，也是放弃自己去做游民嘛吼，就伫遐孤伫遐。所以，大家有时间会用去想啦，想讲要安怎改变迄落。其实游民毋是台湾的问题啦，全世界拢有这个问题，你含日本嘛是拢有啊。对啦，伊有足侪伊个感情个挫折啦，伊个工作啦，甚至伊个迄个个人人质个关系啦，足侪啦吼。甚至有个人因兜足好个啊，甲厝内底冤家，走去无爱转去，走去遐搬嘛足有啊吼。
其实迄个福，顶届3.11日本发生福岛事件的时阵有很多人走去东京嘛，东京游民嘛足济。然后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吼，迄个因东京就是伫东京吼一街头某一个驻点固定，食饭的时间都发饭碗啦吼，吼遐游民用来遐摕饭碗。东即到这是因的慈善机构做，也是政府做，我是唔知影啦吼。啊，但是到暗时的时阵，到暗时的时阵，无像讲吼，因害因的游民拢困伫个路边啊，困伫公园。因既然吼，因迄个日本迄边的警察，就将所有游民吼，因有找两。就两个建筑物，哦，啊，一个建筑物拢查甫大，一个建筑物拢查某大。然后到暗时的时阵，警察就将所有物拢啊赶去，赶入建筑物内面，赶还去遐困啊，哦，啊，因着遐可能因互因睡觉、洗澡的所在。安尼，但是这可能嘛是长期解决吼。哎、哦欸，我感觉讲，毋知是看大家吼，较有智慧啊，去想看啊，该，恁爱看到啥物？要怎改进的，恁就爱有想迄 idea， 然后有闲就应该写迄个白皮书、企划案，讲，哎，我干啦，做啥的时阵，我要安怎办？咩？啊，无恁来遮上课就无啥物意义啊嘛，对。咱是要服务，啊，改咱比咱搁较可怜、搁较弱势的人嘛，也是为国家服务。我一定讲弱势啊，你会用替咱国家做足愈侪代志愈好啦吼。啊，这个问题大家用想看嘛，迄是我拄仔伫想到这个问题吼。啊，因为我吼秘书长的命令啦吼，要来甲大家报告讲。欸，阮去华盛顿 DC 的迄个酒会的一寡状况，啊，想说要甲大家印证讲，嘿，咱办的迄张 ID 啊吼，身份证啊，我即马放伫所谓要放伫迄边，应该摕过。即阮用迄身份证去美国最好用的，要甲大家印证、见证啊，见证讲，因为大家拢敢听秘书长讲，但是我是实际上有去用过的人，我要甲大家讲给大家听吼，见证给大家听。啊，首先呢吼。我先为2008年遐甲大家报告吼，报告一寡哈，就是讲故事的方法，讲给大家听啦，讲故事，讲台湾民政府一路走来的故事，给大家听。因为我为2005年、2006年迄阵，2005年就听伊演讲，2006年伊讲伊要告美国，然后他讲的让我们都很心动。后来阮就200几个跟着他，真正去做这项戆代志啊。迄是从零开始，不可能。迄阵我拢想讲，各美国的总统，哪有可能会成功？啊，但是理想是归理想，但是不见得会成功。不过还是总是要笨蛋去做这些事哈。所以我们就这一群笨蛋去做这一件事，想袂到行到今嘛来嘛，这边有四千个笨蛋跟我们一起走了。啊，我先甲大家报告哈。就是讲吼，2008年2月初二的时阵吼，台湾民政府哦，伊是根据《万国公法》《战争法》伫台湾台北进行正式成立的啦吼。迄时阵，阮是租伫民生北路迄个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噶租借那个场地的吼。啊，迄阵吼，咱成立的名叫做台湾平民政府，因为美国吼，伊也甲人相拍。军事占领人的所在，伊一定伫迄个所在是成立平民政府啦。比如伊拍伊拉克嘛吼，啊，尾仔伊嘛伫伊拉克成立伊拉克平民政府。当然，伊伫咱台湾照讲是爱，伫1946年迄阵，蒋介石只要来占台湾，迄阵咱就伊就爱甲咱成立台湾平民政府啊。但是蒋介石集团伊无安尼做，吼、哦，伊等下上一次讲是有讲嘛吼，足长个啦，历史讲一个足长个，应该知影啦，就不用再叙述。伊无甲咱成立台湾平民政府，伊甲将咱所有人拢改做中华民国国籍，哦，当然是拢无合国际化规定，但是咱若讲照规定就是爱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回到历史的原点，讲好，伊无甲咱做，我们自己做，我们自己来。但是咱唔知要安怎行，政治这条路400年来，台湾人唔捌从。没有管理过自己，拢是外来政权甲咱管理，咱袂晓管家己。啊，所以咱家过的时阵，美国最高法院要求美国政府爱协助林志兴这个集团哦，我们这个小团体走政，怎样去走政治这一条路？啊，伊就协助咱，伊甲咱教讲，咱爱先成立台湾平民政府，宣誓先成立。OK， 就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底下成立台湾平民政府。啊，迄阵。前路不也叫民政府，迄阵因美国政府叫美国军事政府，美国军事政府，啊，咱叫台湾平民政府。
后来美国因军事政府因要简称叫美国军政府，咱为着要甲伊较斗久，讲话较平和，就是话语会顺，所以咱就讲台湾民政府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古早咱是。那若讲台湾平民政府是正常，不是人民哦，是平民哦。这个科举科讲是人民的平民吼、哦。我讲的内面拢有考到呢。平民，咱是平民政府，依照民国讲法，也是正常话是叫做成立平民政府哦。啊，伊陷害个陷，诶，题目是讲人民政府是陷，就互你了解讲你是毋是真正足清楚这个法律安尼吼。啊，过来吼，随后吼，咱伫2010年2010年的时阵，4月25日吼，咱就伫台北举办一个全球代表大会，迄阵是台北的体育场吼，有足侪团体参加。当然，迄团体毋是民进党、台联党，不是国民党那些，干那迄参加的团体有农民党、共和党跟民主党，那是合是美国啦，美国有民主党、共和党，我们就学他这样子的吼。然后，即个咱。大概有1000多个人参加，迄阵是台北体育场参加，迄阵我有参加，哦，啊，咱就算出陈仲谋，陈仲谋当我们第一届的主席。然后后来咱伫七月七日，咱4月25日，这一步一步拢美国伊教咱跳，教咱教啦吼，教咱安怎行。过来伫当年的7月7日呢，台湾民政府呢就接受邀请，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立一个办事处，一直到今仔日啦吼。啊，我等下吼，应该有时间，我会放迄、那个咱办事处的迄个大楼，吼、哦，因为古早我嘛无拢无看到相片，我嘛是听秘书长讲，那底下是办事处，然后就是纸上看到尔，拢无看到实体的物件。即届我去美国，咱有去参观我们的办事处嘛吼，啊，我有翕出来，我等下放互大家看吼。啊，过来吼，是9月7日，当年的9月7日吼，美国伊有邀请咱伫华盛顿的世纪酒店办第一遍的酒会。即吼，即9月8日是美国的官方吼，甲官方吼，甲咱的台湾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迄个庆祝酒会吼。吼，美国的媒体讲形容讲是宋美龄以后，咱台湾人上成功的酒会。即就是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足重要一个里程碑，吼，互咱台湾的未来见到足大一个希望。当时吼，即个酒会吼，等下，我这录影带，我等下吼，可能放一分钟的录影带，让大家看第一次的酒会。这个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问那个咱卖册的书妹遐，看还有无，可以大家拿回去看一下。啊，第二次酒会，咱就无录影带，咱就干拢伫网络，可能网络你就研究着。啊，因为第一遍的聚会，咱吼，迄阵华理学院还袂成立啊，还袂成立啊，志工足少，所以咱拢无录影设备。迄阵的酒会是迄个美方。伊甲咱弄影，弄影了将录影带摕互秘书长甲伊翻版 copy 几啊百地，啊，着互阮志工大家认领，然后去送人啊是安怎吼？啊，大家人有兴趣，毋知遐有无？咱会用甲伊问看卖，迄书面遐甲问看卖。然后，过来吼，迄、那个就是讲。隔一年啊吼，就是2011年吼，10月16日吼，咱台湾民政府法律学院第一届成立。迄天哦，我会记足寒哦，4度。啊，寒个，阮要来上课的人拢爱家己扎睡袋，因为咱拄成立的时阵足困难，经济足困难，各美国都开足侪钱啊。各美国吼，每一个起诉费要3万块美金，3万块美金就是90万呢，90万，拢是阮几个安尼，大家扛，一个扛5000，1万。啊，是安尼，就是大家凑一凑，然后寄到律师那边。啊，若开了，秘书长就阁甲阮召集会议。啊，讲啊，当时要去乌日开会啊，啊，大家就陪定咧案。啊，因为当初我拢有互相约束啊，一定要达成目的哦，所以就是拢啊，爱烧金，大家拢免造嘴，造嘴迄个另外别人都爱出偌济钱。啊，所以就是我们就去乌日，大概也叫去乌日开会的时候。我们至少身上都要带一些钱，才有办法去开会。就是修修的各样，就是说律师会快用完了，每次律师会快用，所以这样2、3年下来，哦，花很多钱。小惊啦，还是不要紧啦，因为到这边来吼，已经我们你们上来，我们已经比较轻松了，不要像以前那么累了。然后因为我给大家报告，因为阮吼，咱已经有今仔日吼，就无简单。就是政治道阿公哦，伊就有一届带咱迄厝主啊吼，就是咱
去栋大楼的住人，赶快啦！这是同样一个尤先生去听秘书长的演讲，听了伊就足认同的，伊就隔一天哦，伊就将因家迄五楼拢讲掉。迄本来房间一间一间的房间，伊迄阵则是养老院呐。啊，伊有一段时间都无用，伊有三间养老院，啊，一间做做都无用，可能太多管不了了吧？吼、哦，这都十几年没用。啊，伊落别位阁有两间，啊，伊敢将迄养老院的房间拢讲掉，五楼拢讲掉，就叫秘书长去看，讲。欸、你讲找无够，你讲找无演讲场，我要做干部训练嘛。伊讲你找无干部训练场所，我这所在好利用个咧。哇，伊去看讲，哈，你真正从恁，哎、欸，无，拄开始伊带先带秘书长去看，秘书长看看讲，好啦，房间一大堆拢无教室啊，无教室讲安尼都无有办法做干部训练，没有办法上课啊。讲我可惜，无就可能爱个找包伊。我听了隔一天，伊就随叫人来讲掉，房间拢讲讲掉。空调就足空旷哦，伊就随叫秘书长来看，讲秘书长说哈，想不到你是公职呢，他一直想说他只是讲，有足侪人拢是嘴讲讲的尔，要叫伊开钱就开袂落嘛对。后来秘书长讲啊，你讲落啊，不得不选你这个地方，就免选保卫啊，就真正伊迄个所在，爱就开始整修，啊，整修也花300多万呐、啊，也花蛮多的钱。啊，第一遍吼，第一届时拢大家经济都很困难呐，伊含。咱含买米酒、皮啥拢无，垫子什么都没有。那个以前厕所还是很旧的，以前的那个厕所，我拢爱改炸碎带来呢。不过虽然是安尼哦吼，我拢足欢喜的，因为吼，阮找两年，自2008年迄阵成立平民政府，秘书长就伊讲，咱来进来干部训练啦。美国伊讲，啊，恁若该要管理恁的国家，啊，恁的人就对，那我们要赶快去找人呐、啊。那无可能，阮。其实虽然讲200几个个美国啊，作为高秘书长个美国，实际上跟在他身边的大概只有20几个了。剩咧拢出名啦，出人个出名，实际上25个，剩咧是拢出名俩，拢失联啊，拢失去联络嘛。然后，总不能我们20几个把一个国家搞起来吧？无可能个代志嘛。然后我就讲，咱想要爱找四千个，找四千个技术啦。敢那阮自己20几个意识吼，无够力啦，爱去找4000个能力比我们强的人来。后来，阮就预定目标是讲4000个啦。当然，4000个是有阮的计算的方式啦。当初就蒋介石急转出来，是带1000个接收台湾吼。然后现在人口已经增加4倍，所以我们预定是4000个这样子的。4000个是一个近程的目标啦，咱够远程的目标呢吼。哦，啊，讲啊，无咱来训练4000个，啊，这4000个要安怎去找人？啊，要安怎场所？然后还有一个规划，啊，就一路走来，就一直这样规划到现在。那么这4000个真正这边搞啊嘞，无简单嘞，真正都无简单，好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曾经哦，做到我甲秘书长讲，卖啊，好不好？卖算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这边破产了，而且我也好累了。啊，就是讲，袂使啊，就不能退出，就。顶这边退出了，就一直撑啊！所有毅力最有毅力，其实是伊啊！伊最第一届到今嘛，唔捌一届缺席的。啊，我阁偶尔会偷懒哦，有时候会讲啊，我不爱来啊，是安怎？伊做志工都开始十几届以前拢会逐届来，后来真的越来看拢无人来上课，啊，拢叫无人，啊，会练去，你知道？哦，我会偷懒，会想找借口没有来，但是他都没有。伊坚持到底吼，真正这个人有够毅力的。我有看过讲，这么巧，搁意志足坚定的哦。可能共产党真正给破坏到足严重，所以吼，伊吼无成功吼，不达目的不。哎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他走吼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，其实是我们咱台湾人足大的幸福。因为一般人你若看遐尼巧的人吼，伊拢顾趁钱啊，伊会想伊家己讲，我顾伊家己尔。啊！伊做这戆代志，然后无赚个半仙钱，佫爱付出遮济，然后以后他能够活到多久不晓得，对不对？伊是毋是真正讲以后有机会去享受比较好的？伊即马过到遮尼辛苦，那不晓得，对不？所以用遮尼巧佮愿意付出的人，伫台湾用找到伊，我只算是我们很大的幸福了哈。好，啊，过来。甲大家报告啦吼，讲华理学院第一届的迄个辛酸啦吼，啊过来，咱第二遍，因为咱后来咱就三年啊嘛，咱那三年无简单，你也知影，恁愿意
花那个那卖公益的啦，就是你愿意花住宿费一些讲义费来遮上课，哦，开钱来遮坐咧遮，啊，听阮安尼讲，然后就有这么多人，伫美国来讲是无简单的代志，因为外国人根本都无可能有人会像咱这种做戆做法，这种这么很笨的做法，但是最笨的方法其实是最安全，也是比较不会有比较不会有流血这种方式的哈。咱行是用教化力行，所以我们走得很走来一路走来三年多，美国嘛做配合咱的，哎，混了三千几个人，而且三千多个人都愿意自己花钱过来上课这样子哈。啊，所以三年后美国翻。德国邀请咱去办第二遍的酒会，所以2013年九月六号第二遍的台湾民政府哈，赶快在华盛顿 DC 哈，迄个世纪酒店迄个酒会哈，就是讲啊，迄阵咱举办过较大个酒会哦，啊，甚至吼咱有邀请到 ABC 电视联播网，就是2012年专访迄个美国奥巴马总统迄个名主持人 Scott Shuman 哈，伊来会场主持哦哈，即讲吼是予咱台湾人足很值得热烈庆贺的啦哈。啊，会中吼主席伊发表一篇重要的演说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说一下哈。咱主要去就是发表。这一篇那个演讲，这篇演讲当然咱有跟美国沟通过，所以那个主席伊讲就是发表这篇演讲，但是目前美国还阁未甲咱回应，我们在等4月哈，四月奥巴马要访问日本的时，伊会甲咱回应咱的迄落，咱是要求伊爱比照琉球哈，好咱台湾人，美国军事政府爱比照琉球，发给咱所有台湾人的公民。有旅行国民也可以哦，国民也有发给咱旅行证件，不是讲咱摕中华民国护照去外国，咱要外国啊，该爱摕 USMG 给咱发给咱的旅行证件才是正确的哈。所以我们去发，我们去一个宣来要求这样子去宣告。啊，迄天吼，我们办酒会，我们有送所有的记者这两本很重要的书，好啊，所以这两本册。咱去办酒会，毋是拢清清菜菜办办，咱我们都有那个，所以因迄阵伫美国也因迄个记者那个报纸嘛，甲咱看呐，所以他们美国因美国，他们自己官方都非常了解，因应该安怎做，应该怎样，只是讲可能是不是碍于很多那么参议员、众议员，因为因美国嘛分作是派系的问题，还是安怎，咱是毋知啊，咱就等到四月吧，只能。Just wait 嘛，就等到四月再说哈。啊，我即马就是要甲大家报告讲哦，上条就是即马即个讲我们去酒会的一些盛况啊哈。咱吼，咱迄个因为迄天本来吼，咱是预定是要18人去尔，后来甲报名结束30几个，32个人，啊，秘书长就讲。哇，遮侪人要参加，啊，迄阵阮刚买18张机票尔，后来就讲遮侪人，大家拢要去吼，哪一个删掉对他来讲都觉得很可惜，就讲好啦，恁若30、30几个拢要去，就互恁拢去，就敢真正互阮30几个人拢一起去参加这个酒会，去吼，啊，阮就爱赶快再去抢购12张机票嘛。后来阮就分做两队，第一队18个人，吼，潘信行副主席带18个人，吼，伊就为我带。为当地队，然后我甲夫人潘良华个总那个妇女会总会长，我都参加第二队12个人。因为本人吼是参加第二队，啊，所以我甲大家报告第二队的一挂趣闻啊吼。我吼伫9月初4迄天，我都大家做伙为汤机场坐飞机坐到东京机场。啊，东京机场的时阵，第一队吼，伊就为东京坐达美航空公司坐到那个底特律，美国的底特律。到底特律的时阵，到搬飞机搬到雷根机场。啊，阮第二队上是为桃园坐到东京，东京到坐到亚特兰大，因为不同时买回那个机票，所以落点转机落点不会赶快。啊，所以阮到亚特兰大到搬飞机搬到那个雷根机场。啊，阮就约讲伫雷根机场的海关遐，大家拢稍等，会坐了，到大家做伙处理海关的呢嘛吼。啊，我甲大家报告讲，阮去迄、那个。酒会，我们参加我们那个那些有趣的事情。当我们为
阮第二队为东京坐到坐飞机，坐上了达美航空，坐到坐到了那个亚特兰大的时阵，坐十几点钟的飞机哦吼，到亚特兰大，亚特兰大落因的海关的大厅的时阵，看到吼足侪人的，超咱即卖人的两三倍侪，规个大厅人拢是人。他美国在他们国内转机的人也是一大群人，啊，阮排伫上后边，啊，因为飞机有去 delay 着较慢，搁四十几分都要飞啊嘛吼。下一班我要坐的飞机，搁四十几分都要飞啊！啊，我等下排到来一定爱坐两点钟啊。然后我迄阵就足紧张，讲惨嘛！啊，这班飞机也坐无着，要坐到下一班飞机，啊，下一班飞机无一定有十二个位呢，有可能两位、三位安尼。啊，十二个就分几啊班，啊，分几啊班一定时到就时到，但等到尾啊，刚隔一天的聚会无到班安尼。后来吼，阮的夫人就甲阮召集起来讲：“咱来开一个临时会啦，啊，集思广益，看要有啥物方法无？”啊，潘良华副主席就讲：“秘书长邀请函，我们要邀请美国官员来参加咱酒会，邀请函底下啦吼，啊，就提出来，讲啊，无咱计划嘛，提邀请函，搁机票，我甲伊讲，咱几点的飞机，啊，搁咱的迄个张身份证，咱的台湾公民身份证 ID， 然后甲伊讲，咱。”提这物件去甲美国官员沟通看看，看会使互咱有啥物快速通关的方式安尼无？啊，因为夫人她伫外国她有住过一段时间嘛，有外语讲得很不错。啊，阮就讲，无你去试看卖啦，我那对起你知？我那比较不会外语比较不好，啊，伊就讲好啦，啊，无去试看卖，他就拿着机票邀请函，还搁咱身份证，就提去甲因的迄个美国迄个海关的官员底下沟通。结果啊，你敢知影偌趣味？十几分钟尔，伊就甲阮下啦，讲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！伊边啊吼，迄个柜台无要开，互咱过安尼啦。咱台湾民政府哦，甲美国打的第一站的外交，十分钟就解决安尼，就成功啊！有够厉害哦！哦啊，然后你看，你若讲民进党啊，还是国民党，我看伊若外交十几分可能嘛无到啊。就很厉害哦，夫人她可能沟通蛮不错，那沟通的技巧很厉害，这个 啊所以我就真正十二个，我就家己行李拖咧行去边啊，哦，那边的人两三百，我伊甲阮看，我想讲，唔知会他们会不会起哄，还好都没有，啊，阮十几个人就行去边的柜台，伊真正开一个柜台互阮过，然后伊那海关官员吼，嘛拢无甲阮问啦，看看的，拢互阮 pass 过去了。然后很快哦，十二个到十外分都拢过啊。本来爱两三点钟的代志，而且我从来我拢以前拢乖乖对人排队，我唔捌行过特别关口。第一届讲从特殊待遇啊，恁加了海关关迄、那个特殊的关柜台吼，爱互俺过啊。哦，第一次，啊、而且想不到咱迄条 ID 阁做好用啊。我每一个人提出来，因真正看看都拢互俺过啊，都没有找麻烦，也没有问你什么事情。当然吼，阮都。就顺利的啦，过来过十外分就坐，大家都很顺利就坐上了飞机嘛吼。坐上飞机就坐到雷根机场啊。啊，阮就是大家约伫雷根机场遐稍等啊，这就是已经大家拢伫遐出海关的迄个相片啊吼。啊，这伫雷根机场的迄个大厅，要出去的大厅，大家伫遐翕相，伫遐做纪念吼。啊，这就是阮的迄、那个去，阮去暗时去，出到雷根机场，我已经晚上八九点的。啊，八九点啊，阮去饭店，你看，饭店啊，都开始伊嘛搞不清楚状况，伊竟然甲阮挂中华民国国旗，哦，阮就足讶异，讲，你挂唔对哟，你弄错了，哦，阮就随改纠正，他马上改哦，美方迄边的伊嘛随改，伊个随甲咱改，咱的旗甲你给侬挂，中华民国旗甲咱的旗拢挂去，啊，阮佫改抗议讲，唔对，阮甲中华民国完全无关，台湾是台湾哦。后来吼，伊就是个改，你看，吼，他马上就改，就民政府旗啊，这是华盛顿 DC 特区的旗子啊，这因饭店的旗啊，啊，这旗是美国国旗啊，吼，美国国旗一定是挂第一旗的旗，无唔对啊，哦，就你看我们台湾民政府旗就挂上去，我讲哦，美国伊，因的饭店大概胆子都蛮大咯，啊，日本吼足无胆。因为我三年去日本哦，挂同一间饭店。我即个去到三十几个尔嘛吼，三十几个住一间饭店。我大概去日本那个什么巨蛋，那个巨蛋叫巨蛋hotel，那个五星饭店，百五个，特别拢百几个人。
第一遍去叫伊甲因挂挂旗子，毋敢挂，挂伫门口啊，一工就甲因收起来。我讲你若甲因收起来，伊讲啊有欢迎，就是说伊意思讲无人想讲挂挂条条，讲啊哪有人安尼，然后他就不让我们挂，哦不让我们挂，我就伊甲抗议啦。抗议过来第二年是嘛咯，唔敢挂；第三年嘛唔敢挂。第二年我去，我就坚持伊讲，你也唔敢挂旗啊去，我唔爱啊，该唔爱带你食。后来伊就伊敢拜托，叫我卖给要求了。然后秘书长说啊，就他后来把我们的旗子挂在哪里呢？挂到迄个一个公告栏啊，你啦。后来休息啊，哦，我就去的咧。后来伊就讲，伊甲我讲，哎、欸，因吼、喔，因饭店吼、喔，唔要去挂旗啊啦，没有再挂。我讲真的吗？伊讲真的好，我讲好哦、喔，你不爱挂我的旗吼、喔，恁的所有旗都袂使挂。我就看因伊头一个甲我讲，因无去升旗的。我讲真的嘛，我找我真正找无，我就啊尾也叫我找着。我讲有啊，这四支旗哥伫遐，哪会无升旗？哎、啊，就讲无啦无啦，这都不会升旗的啦吼、喔。啊，真的啊，真的，我讲好啊，啊，你不升旗可以哦、喔，你不爱挂我的会使，你所有旗都袂使挂，我让我看到你就要把我们挂上。真正去三遍吼、喔，去三，我底下住三暝吼、喔，三天啊四天，真的那个全部通通没挂，连他们自人自己家己日本的旗都唔敢挂，所以真正惊共产党惊到型的。哦、喔，所以我是呼吁啊，日本唔免惊，因可能吼、喔、已经变，吼麦克阿说改宪法了。第二世界大战，然后打败仗，可能变成压抑自己，什么都不敢表现出来。哎呀、啊，吓破胆了吧？哦，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咱的文化饭店，阮住一间饭店的迄个大厅啦吼，伫遐，咱的同心吼，咱的同心啊，酒店因拢伫遐，咱伫遐拍照吼、哦。啊，四季酒店吼、哦。就是隔一天，咱隔咱的行程做不完的嘛，是咱隔一天就办酒会嘛。四季酒店咱要去进前，因为工作人员就把咱的机啊挂去，都要咱有同心作早就去啊，都要去翕到吼，拍到了，然后好，都大家只啊欢喜到我，咱的机啊给咱挂上去了，因为阮去日本都唔敢挂机啊，很傲啦，然后去美国完全不一样的待遇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去也是那一挂童星，他早起拢底下拍照。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席啦，主席，咱第二届主席就是曾根宪昭主席。伊伫台湾读医学院，阿尾啊去日本读医学博士。然后他是日本的脑科的权威啊。哎呀，那做贤文的邀请他当我们第二届主席。这一次酒会哦，伊出足侪钱，因为咱办这酒会都花很多钱，超秘书长是说花了将近20万美金呢、啊。那主席，咱的主席吼，一共一个人出一半的钱啊，他一个人出一半的钱啊，其他的咱民政府爱给欠啊，欠10万块的美金。哎、欸，阮一个人，阮去美国三十几个去，阮一个人爱出10万块的代票的，10万块的代票吼、喔，是干那飞机票钱、甲旅社的钱呢，那个饭店的钱呢，其他哦、喔，哎、欸，阮无出到迄、那、落、個。这个20万拢无出到的，是秘书长家己爱想办法去欠的。所以啊，但是咱现在一定爱用这个四季酒店，迄就是因美国华盛顿 DC 因一个特区嘛，华盛顿 DC 就是华盛顿特区，是一个菱形16公里美国一个行政的迄个重要一个据点嘛。可能应该大家都知道，我不用再解释嘛。因所谓什么五角大厦啦、国会啦、总统府啥拢集中在这个所在，因。国家重要政策，直接说来处理该管上面弄底下讨论嘛。然后这个酒店就是好像一两百年的历史而已。啊，因有重要要公告，要甲因全国公告吼，都一定得用这间酒店。啊，所以这间酒店会，你看，咱讲伊古色古香，其实伊是足旧的一间建筑物。照讲伊无应该遐贵，但是伊先让遐贵，迄可能就历届来，可能他们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收费都很贵。啊，他们要发表什么重要演诶，迄个公告啊、宣告，拢伫即个所在，美国拢伫即个所在，伫即个所在发表。所以咱伊叫咱伫遐办，咱就拢听命啊，听命行事就去遐办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迄大厅，四季酒店的大厅，要入别门口的大厅。哦，然后底下拍照。啊，阮去的时阵就去拜访主席，主席住伫迄个四季酒店。啊，阮是住伫文华饭店，文华饭店较俗，四季酒店较贵。啊，伊一个人住，伊甲夫人住伫遐。啊，阮先去拜访他。哦，然后阮较早去嘛，因为咱6点办，但是阮2点外就拢集合一起用行，因为迄个所在无讲足远个，所以
美国一个健身房足贵的嘛吼，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就这样用，做省钱。我拢足早都用行去，拢想讲先去遐布置场地啊，看场地的状况嘛。哦，啊，这就是，哦，看到啊，然后这张可能看较无啥，不要大家讲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，啊，然后华盛顿板球会那个英文，你看在这边哈，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，华盛顿 life 就是华盛顿现场的酒会现场。下午晚上，哎，就是下午6:30到9:30，哦，在因的酒店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公告栏内面吼，伊嘛有甲咱酒店嘛吼，甲咱用起，吼、哦，因为来宾来一看就知道，伊要去对一个迄个会议厅，就是我们的那个，它有很多厅，很多的那个层楼吼，伊、哦、要去办什么所在，办什么活动，什么活动啊呢？哦，这样。啊，因为吼，阮伫台湾，我拢无想到准备节目个代志啦。啊，今去吼会冷场，因为我这个酒会吼，这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，所有人拢是第一遍。但是，敢若政治道阿公参加第二遍，第一遍伊有参加，第二遍佫有参加，唯一参加两次就是政治道阿公，我等下报答来看。啊，迄阵第一遍吼，听讲吼十几个拢大家拢上班嘛吼。啊，拢是美国迄边，啊，搁台湾遮一挂很老的老人家无去上班的人，去参加第一遍的聚会啊。啊，然后还有啦，这个以前在美国一些我们的一些也有一些朋友也有参加。啊，迄阵拢无啥物活动啊，迄阵听讲吼，可能看一下就知道，讲拢美国人一边，啊，台湾人家一边，拢没有互动，完全没有互动，伊美国就讲。为什么我们都啊，就可能也有伪意聪明，不是讲迄个，啊，所以拢无互动。然后即个讲咱袂使安尼啊，所以阮就开始赶快准备一些节目，惊冷场嘛。惊冷场，所以因就准备一挂节目，我事先准备工作哦。哦，大家伫遐练唱啊，大家安尼随去网络加掠资料哦，然后练唱，然后美国迄边的迄个饭店的因的员工吼，跟咱国旗吼，拢有够足整齐的，哎。迄是咱早起，但是伊甲咱整理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伫遐讨论吼，这可能无点来看，哦，这位是秘书长夫人吼、哦，林小姐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咱新竹州叶州长的公主，伊伫文华饭店那边去上班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即届嘛甲咱帮忙很多，啊，这一位先生吼，伊就是美国即届酒会迄边美方的总策划人员，伊甲咱安排的迄、那个，就是所有的策划都是他在安排的。美方的那个派他来跟我们接洽的这一位先生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副议长，伊就甲伊遐员工这饭店的员工吼，这会布置咱的迄个场地吼，啊，大家足认真哦，遐跟学唱歌时间。是搞蛮不能冷场，我先不要让场面冷下来哈，就是我们就临时又排一些节目上去这样子。啊，这好大家看，就是讲迄酒店诶，又很宽嘛，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落。没有电。哦，主席啦哈，就咱曾根主席。哦，啊，就时间就到嘛，啊，然后我们就各就各位安排打工。那如果来宾来的时候啊，某些人就开始去啊，改按来，然后跟他，再跟他就是互动一下这样。这一位是我们的曾根主席，这是高沙的雅虎主席，这是夫人，这是潘信行副主席，这是季教授、季博士、高雄州长。哦，我们邀请他们几位先时间到先底下门口底下迎接来宾，哦。然后来宾就一位一位一个一个来啊，哈，陆陆续续时间搞拢来啊。这位女士哈，伊伫美国国务院上班，伊足早就入来啊，所以哈，我有去甲伊打招呼。啊，伊甲我讲，伊伫国务院在上班，她跟她先生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那个。哦，陆陆续续人一直过来了。这一位就是咱的朱奇林 ，Scott Schumann 哈，一进来，他也很早就到了。
吼、哦，可能你若网络看，阁会看愈济啦吼、哦。我放较紧个，因为我想讲要互大家看迄个办公室。这两位就是咱请伊伫遐，甲咱过滤咱个有邀请函的来宾，我们才会请他进来，搁伫名单内面的吼、哦。因为听讲迄工惊有人会来乱嘛吼、哦，所以就而且我们还请一个那个很像南坡的壮汉伫门口甲咱挡人。哦，那个也是要花钱的。好、哦、啊，王州长，哦，伊伫英国留学，你看伊，他马上就跟人家交换名片了、啊、哈、哦。夫人也是啊，哦，在纪博士啊，纪博士哈、哦，伊伫德国哦，伊是在德国教书还是当工人？他是德国留学的博士。伊较尾啊吼，伊伫网络看到秘书长的理论了吼，伊就甲退休，倒来台湾，甲秘书长一起奋斗啦。哦，政治到阿公来啊，阿公，今日互大家看下一个。伊90岁啊呢，哎呀，哦，我身体作用，我都够阮去美国坐10几点钟无人机。哎、欸，伊是高中的老师啊，伊就听秘书长演讲了，伊足认同伊，就对伊行。迄阵秘书长。很穷啊，都没钱啊，含咩演讲的场所都没有。哎，政治阿公都要存一挂西姜哦，伊就讲啊，无伊要做伊的账房，佮要家记下啊，记下当然是用付的啦，无钱要去装钱。所以哦，伊啊，如果说秘书长需要用到什么钱、什么钱或者演讲那些，就是他要想办法去筹钱。他的私房钱大概你可能开了哈，啊，该秘书长可能借钱要分离开。啊、哦，那个陆陆续续，吼，大家看，讲我们真正一路走来，真正有这个物件，咱唔是讲空嘴白舌，凊彩大家讲讲的，咱真正有一步一卡印来行，吼、哦，好，大家看，啊，我这边吼，大家看，开始，哎、欸，对，开始了，我现在就是要，这开始啊，6点半开始了，好、哦，啊，大家，这是这位记者哦，这北投啊，这位记者第一遍的酒会哈、哦。迄、那个录影带内面有伊哦，伊听讲伊是国务院内面，国务院国应该是国务院内面一个因个迄个特派记者，啊，即个伊咱酒会吼，伊嘛来个嘛有过来甲咱迄个录影吼，拍照录影，吼、哦，伊翕了相机，伊翕不够济啦。记者里面他最认真哦，他最跑到最前面一直拍，你看这一位也就是他，哦，他各个角度一直拍哦，就是这位记者一可能就是美国方面派他过来的。对啊，啊，啊，开始啊嘛，啊个咱的主席的演讲，我们这一我刚才讲那一篇嘛哈，咱上重要这篇演讲哦、啊，宣告啊，我等下个解说讲，我等下有甲大家讲伊讲啥物啊哈，过来就是啊，办公室外表，因为这些美国联邦大楼，就是咱我等下甲大家讲哦，咱伫。7月7日吼，底下设一个办事处嘛，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事处，接着咱设办事处迄个所在，这栋叫做美国联邦大楼，伊是1250，伊的迄个路牌编号是1250吼，迄路名我想袂记，忘记哪路名了。然后咱同心用镜，较早起的人用镜，拢先伫遐拍照，或者是外观哦吼，真正好像没电。啊吼，这就是咱内面。内面的情景，即、這个阿公吼，啊，阮30几个都家借即个会议室，大家伫遐座谈啊，临时伫遐座谈。迄个联邦大楼啊吼，要入去，毋是讲凊彩人哦，你想要入去就使入去。伊有两个所谓呢，牙拢牙穿一个所谓拢牙穿伫外口，你不是随随便可以进去。阮先到的人吼，阮就当然夫人跟那个主席伊是。足早就到位啦，先去摕证书，搁摕钥匙，去甲遐所谓先 check 先沟通完，然后办公室拢用好啊。阮陆陆续续到，阮就将阮的身份证，吼、喔，我即下要甲一个见证讲，含联邦大楼都爱用阮的，咱即卖签个身份证才会使入面。但是毋是恁摕的就使入面，当然就是一定你要，人家主席他们都要拿那个公文哈，秘书长有给他美国给他的那个才可以进去嘛。啊，伊就带阮入去看，啊，阮拢大家拢爱摕迄个证件，先吼第一个所谓提所谓先摕去电脑查无问题，伊就拍一张单出来，
吼，阮大家身躯拢挂一张即个白色的名牌，哦，挂了了，阁经过第二关，第二关伊会阁甲你身躯瞧瞧，惊你有诈捕去啊啥，因为惊激进分子会迄落嘛。然后经过第二关，阁会阁去坐电梯去你楼顶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坐电梯到楼上去，啊，咱的办公室拢细间啊啦，但是伊每一楼拢有一间会议室。会议室就是每一个国家，你若有需要的时阵你应该借用会议室去开会。啊，咱都要改，咱去都改借用这个会议室啊吼。这是会议室的迄落。啊，我正要来讲，大家看讲，这办公室内面，这真的一个代表处，就是在那个联邦大楼。吼，这个看无？这个就看得很清楚了，台湾平民政府。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处，好，所以我们在那里真的有挂牌挂在那边，好，真正有这物件，哦，啊，去的人，去的每个同心吼，拢做欢喜，拢坐十几点钟的飞机到，我都到遐，所以大家拢一定拢拍照留念了吼，这拍的。迄、那个，我也甲伊讲哦，美国哦，伊若讲军事占领人的所在，成立平民政府，伊一定会伫迄、那个，会伫因即个联邦大楼，迄联邦大楼足侪间，一间一间的办公室，细细间啊，细细间啊，一定会在那边设一个，比如说伊拉克，伊底下设一个伊拉克平民政府的办事处底下，伊美国官方若有啥物代志，就甲即个办事处的主任联络，联络了，伊主任就回联，就代就资料消。传回他们国内去沟通事情，所以这個办事处伫美国来讲，迄是一个足重要一个指标。啊，啥物伊不爱叫民进党，叫国民党去叫啥物人去遐设办事处，啥叫林志兴博士所领导的这个台湾平民政府这个团体，咱这个团体去遐设办事处，因为伊他已经认定我们美苏咱甲注册啊，所以美苏咱底下甲美国注册意思，咱甲过嘛，干那咱去甲过尔嘛，啊，咱过。美国虽然讲伊搁置嘛，即马目前搁置嘛，实际上伊法院要求他要帮教我们怎样走政治这一条路，啊，这都是第一步嘛，设办事处就是这嘛。相同的，伊当初伊占领日本的时阵，伊嘛，伊麦克阿瑟占领军事占领日本的时候嘛，就日本设一个日本平民政府，伊赶快伫这个所在嘛，一个办事处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吼。哦，这就是迄个咱办事处的外面，然后这对面翕出来，伊迄联邦大楼遐。好，啊，我即马阁来大家介绍讲吼，伊咱吼台湾民政府吼，伊是中心伫美国本土的，这应该吼。咱台湾民政府吼，伊是中心伫美国本土的台湾美国军政府。伊是美国一个政府机构哦，毋是民间组织哦。啊，你看 AIT 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即摆那个咱台湾是 AIT 嘛吼，美国都在这边，然后中华民国拢甲 AIT 去闹啥物代志拢甲 AIT 联络嘛。AIT 是美国一个民间组织哦，民间的组织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是甲因美国民间组织去迄落接洽事情啊。那中华民国是毋是对美国来讲嘛是一个民间的组织？啊！但是咱这不是哦，咱吼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，伊是美国一个政府机构，所以咱是直接跟因的政府机构会去沟通事情的吼。所以咱真正名称吼，应该是台湾军岛美国民政府，指导者是美国军事政府，伊是根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嘛是以政府者的占领义务哦，吼，占领义务所设立的一个咨询机构了吼。照讲吼，伊个软硬体设备啊，拢爱是美国官方吼，美国国防部吼爱甲咱筹拨，但是无啊，目前拢是靠咱家己啊，都是靠我们所有的同心吼，安尼大概小经甲即嘛，然后美国他拨给我们的那个经费都一点点，只是一点宣传费，像刊报做啊一挂宣传费钱安尼啦吼。过来吼，我啊大概，报告讲吼，咱曾根主席的上重要讲，曾根主席吼。伊有讲过，讲日侵马关条约吼，日本天皇就是迄天咱伊演讲的内面的内容之一啦吼，讲日侵的马关条约后，
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澎湖领土的主权。日本政府敢有具备着台湾群岛的管辖权？太平洋战争了后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群岛的管辖权。可是日本天皇并无要被要求放弃台湾群岛领土的主权哦。所以日本天皇的台湾领土的主权至今是无变的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嘛写到足清楚的吼，直接就是要来大家解说哦。大多迄个江苏嘛有讲哦，伊讲哦，迄个马关条约就是清朝甲日本相争嘛。结果才有战争，啊，叫签《马关条约》，啊，拄开始伊签的时阵哦，伊是讲吼，伊要将清朝大清大皇帝要将奉天日本台湾个朋友挂吼大日本大皇帝。后来呢，苏联甲德国呢跳出来抗议，伊讲吼，奉天就是即卖辽东半岛，伊是伫清朝的国土啦吼，伊依照万国公法吼，伊哩是免挂牛的，但是因为吼台湾甲朋友是扩殖地。是清朝扩殖地，比殖民地更加小哦吼。啊，所以吼，你台湾朋友可以割让，但是你奉天袂使割让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日本呢，敢用奉天分吼清朝。当然，清朝有用黄金改补偿啦吼。这就是历史上应该拢大家拢有读过嘛，应该都有了吼。啊，所以伊就马关条约就写讲，大清大皇帝将台湾朋友挂念吼大日本大皇帝。啊！在日本呢，伫1937年吼，伊就实行皇民化。哦，1937年伊实行皇民化。啊，麦克阿瑟吼，后来吼，第二世界大战日本打输嘛吼，麦克阿瑟又占领日本，伊伫数字内面吼，伊就修改日本的宪法，将一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修改变成现在的伊迄阵占领日本，改叫做日本平民政府，修改伊宪法，所以变成咱即马讲的小日本。伊个占领区吼，干呐北海道、九州、四国，还有本州四个岛，佮附近一些小岛。啊，但是实际上大日本帝国是足大个吼，北方四岛、台湾、澎湖、琉球，吼，然后主岛那些很多拢是本来日本的所在，甚至以前菲律宾嘛是日本的土地，但是菲律宾已经独立了吼，就不用再说了。啊，所以大日本帝国是扩，但是即马伊只小日本变作小，啊，日本人应该日本吼，因嘛唔知呢，因家己嘛唔知，因叫做日本平民政府呢，因伊叫是因是大日本呢。后来吼，伊就是，我即麻生太郎迄个前首相啊，伊有一届去要去普丁讨北方四岛，结果普丁就甲伊呛回来讲，你凭什么甲我讨北方四岛？伊讲，你阁等于读国际法读出来，甲去甲伊讲。结果回来毛生态，然后就更莫名其妙。伊讲奇怪，啊，日本的北方四岛，阮的先了袂使脱。后来吼，迄个啊，到安倍晋三，就是伊阵伊也袂做首相，伊有派一个秘书。伊阵恁就做亚也派一个秘书，秘书长一直在讲那个台湾新台湾论的这个历史，已经因日本嘛拢知影，因为阮第一年、第二年，日本那边拢有派人来干秘书长上课呢。然后来阮家上课，真正像连来上三天，但是伊是特别帮他们上三天的，干那针对三个人上三天课，讲新台湾论坛听。啊，伊就阁安倍晋三派一个秘书来跟秘书长改讨论啊，改请教。秘书长就改教讲吼，恁即马宪法哦，都是小日本啊，改绑死了，你没有办法发挥。你都吼爱变成你们大日，你要修改宪法，修改宪法了，你干我都变成大日本帝国迄个宪法了。你敢有可能去讨北方四岛安尼啦？哇！安倍晋三一个当选首相了，伊第一项代志吼，伊当然伊一定讲拼经济嘛吼，拼日本的经济。第二项工作就是修改宪法嘛，修改宪法应该大家拢知影，即马正在努力当中啊。因为吼，即马因所谓的加民主，因为左派右派嘛，所以要修改宪法，无像以前麦克阿瑟讲用军事的命令讲，几工啊就用修改宪法，伊即马已经修改好像半年多了吼。好像到底会不会过，我也很担心呢，希望他赶快过。他如果过第一项，伊讨北方四岛过来，一定讨台湾朋友，讨台湾朋友就咱成功。伊只要修改伊的日本安倍晋三若成功，就咱的成功啊。安倍晋三就那袂输日本的林志兴啦。伊若成功，咱台湾的林志兴就成功啊。好，大概报告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。2004年的时候，美国国务院哈，伊哈曾经那个解密资料有讲出来，讲吼，讲伊曾经哦，尼克森哈，甲基辛格伫迄个
曾经有意图要将咱台湾出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是后来日本人既然知影，伊有跳出来讲，伊讲哦，依据《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二条的规定哦，日本政府虽然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但是台湾领土不是无主人的哦，不是无主地，不是像季星吉甲周恩来因所认知的讲无主地哦，咱是有主人，咱的主人是啥物人？咱敢知影？咱直接上课上这一讲啊，你敢知道台湾的所有权啊？对对，不是日本哦，是大日本天皇，哦，大日本天皇的所里的迄、那个。所以这个吼，我去日本吼，十二月去年去日本的时候，天皇将来很少讲到有台湾，既然伊讲一句，伊有讲着一句吼，讲伊吼，伊知影。有某一些日本人，佮生活在那个政治炼狱里面呐，吼啊，伊吼，伊会，伊即世人吼，伊会想办法吼，会帮助，伊要互遐日本，遐日本人吼脱离政治炼狱安尼啦，伊艺术差不多是安尼啦，啊，在想啊吼，如果他不是，如果他讲他即卖小日本遐的百姓，伊即卖会管辖区遐人，啊，伊遐人敢有可能生活伫政治炼狱？伊伫因天皇管辖下，都拢日本的法律拢。就是他敢叫过他最后嘛，不可能因为现在被谁生活在政治里？那他讲的这群人是谁啊？对呀、啊，咱就是日本台湾嘛。日本一讲的是咱家，一讲的咱家日本人生活在政治炼狱，伊知影，伊知影。但是因为当初第二世界大战伊就怕输，照讲伊迄阵是爱用判死刑，天皇爱用判死刑，但是无麦克阿瑟无给判死刑，干那讲叫伊嘴巴要。闭住，不能开口，所以伊拢袂使讲。伊是用暗示啊，甲咱台湾人暗示讲，伊知影台湾是伊的，台湾的人民也是他的子民。我们这些人生活在政治里，他知道，他在想办法要救我们。我已经去三年嘞，甲伊叫三年，讲阿公啊，日本阿公啊，你会记得阮无？不要忘记我们，你把我们丢在台湾，不要把我们忘掉。去甲伊叫三年啊，他总算第三年给我们回了一句话。所以伊知影，我是要甲大家讲，他日本真的知道他要怎么做，啊，也在努力了哈。可惜的是，左派右派，因为因左派好像是右派是挖皇那个天皇一边嘛，什么？五十分下课，哦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那，我后壁我想讲，我一定爱一个传达吼，最后一分钟我传达就讲，要甲大家报告讲，达赖喇嘛伊是带一丁，我先跳到最后上最重要只啦吼，达赖喇嘛带一丁人流亡到西藏，印度，对不起我讲错，达赖喇嘛带一丁西藏人流亡到印度的北方嘛吼的达兰萨拉遐，带二十几万人底下流亡。伊达赖喇嘛，伊是毋是因为有家己的选举，因为选因家己的参议员，因家己的总理，吼，因二十几万人家己选。印度因家己十几亿个人，因有选因家己的议员，因家己的总理，大家拢分搞足清楚的嘛，吼。印度选因的，达赖喇嘛选因西藏选因的，大家这无疑问嘛，吼，无任何疑问。但是现在这个例吼，那放伫咱台湾，大家都拢讲伊啊。蒋介石集团带六十万大军来台湾。照讲，伊就那袂输，迄个达赖喇嘛带流亡，带二十几万人流亡至西藏的意思嘛。照讲，因六十几万人，因爱家己去选因家己的议员，接啊选伊家己的领导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六百万人，咱爱选咱家己的，咱选咱家己的议员，咱家己的领导人，爱照讲，但是无，伊都无甲咱讲讲。然后，伊就甲咱讲，咱是变成全1946年那个1月12号，就大家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啊。哦，这可能大概。讲是刚才就有讲过，都卖个叙述啊，啊，就大家拢迷糊，拢当作讲哦，你是中华民国，拢参加去干去做伙去选，啊，选到拢乱七拢乱呢，家己拢袂记家己是台湾人啊，啊，是毋是？大家应恢复清楚了，讲啊，介中华民国因哪任何选举，其实你台湾人不要去参与他们的选举，那是错误的。你若伊予伊选伊个那个投票率遐尼悬的时阵，外国人会认为讲啊，你台湾人都要予中华民国管嘛？啊！你管到遐尼烂，你敢袂不好嘛？吼，好，我恁到遮啦，吼，大家休困啦，好，谢谢。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啊！我靠，会当用餐啦，谢谢。